我最遺憾的就是很多朋友在不知乜嘢渠道，不是俾你漫步接觸到我哋，他就以為我哋是一般公司，用一般公司的期待打電話俾我。當然我不會屌柒佢，但我亦都不會怎樣做佢生意，因為我要講好多嘢，講多好多嘢啊。但如果你本身我啲網友嘅，咁大概知道，喂，俾你個知道我啲窿路啦，或者嗰個講嘢嘅方法啦，咁我就唔使解釋咁多嘛。係。咁喺應接不暇嘅情況底下，其實只要佢唔係我啲聽眾讀者，基本上我都拒諸於門外啦，將佢。喂，出邊大把免費嘅，個個禮拜十九幾場免費嘅 MMEH 啊。嘅講座啊，唔係好似我哋幾個月一場，仲要收一嚿水，而都屌你老母閪，奇門如是，一早收一嚿水啦，唔使慳咁撚多啦。係啊，屌你一樣係咁賣。咁所以我要講一講咧，就係我哋七月嘅 seminar 記住，20號同21號，喂，收一嚿水咪好撚唔抵？喂，有場地俾你，有水俾你飲，有茶俾你飲、嗯，有蝦餃，有燒賣，有生炒骨，有炒麵，有蘿蔔糕，有炒飯，有春卷，嗯、屌你鹹水角，有叉燒包，屌你老叉燒包，你想點撚樣啊？一嚿水收你。冚家產係嘛？